哎，莎莎，莎莎，等很久了吧？等你好久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妈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挺久的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吗？没有吧。嗯，没啥变化。没有变老吗？没有没有，咱俩多久没见了？挺久的。好像一年多了吧。都520天。你记这么清楚的吗？不然呢？我真没想到你。这么大老远跑过来找我了，2000多公里啊！你说来就来了，才2000多公里而已，你不来那边了吗？咱不是见到了吗？那先把东西送放车上。这都是破了，坏了。到了。来。就这。就这。还不错吧？这是我一兄弟的，他那个姑姑家的，他们家人现在住在城里面，所以房子空下来了。你不会是让我带着个孩子的，带着你叔吧？就我们两个。我。是不是上次那个？是不是弟弟？不是。不是啊。嗯。那这是谁？是个孩子。是个孩子。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你觉得我住这里合适吗？没事的，是吧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大家都到了，去看一下嘛。你看。这边。你先走前面吧。我是住哪一间？这些吧，都可以，哪一间都是你的。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没错，应该是一个仓库啊。厨房，这边是厨房，是不是挺好？太远看了。现在可以走了吗？你这啥意思？不满意？走了再说。反正我不住这里。莎莎。哎。Hello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嗯。哎呀，不认识吗？不认。不是，嗯，来，出来，我有点事咱们聊一聊，来吧，这坐下。这孩子多大了？5个月。那么小。这宝宝是你的呗？什么意思嘛？不能是我的吧？能。我昨天一直没注意到他。我以为你后面背了个小书包，结果是个娃娃。你一个人带个娃娃出来，我真的。你最近干啥呀？哦，好像一年都没见，你都不怎么拍视频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没有啊，也没有发生啥事。就那为啥不做了呢？就中途有段时间不想做了，想放弃了。如果不是你这趟过来的话，我可能已经放弃了，以后都不做了。你能说一下你经历了什么吗？可能觉得当时就是想着不适合我。
给带了点洗漱用品。谢谢。终于不哭了。你是啥时候结的婚吗？结婚。嗯。我记得第一次咱俩认识，你也不好意思说，我以后没问了。现在你回家回来挺久了，挺久了。那你这趟出来是还带着个孩子，你是没有吵架吧？没有。那知道你到安徽来呗，然后是知道过来找我呗？知道。知道，确定，确定，那就行。哎呀，咋了？打电话了？你怎么想起来过来找我的？反正就是想找你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怎么敢呢？我怎么不敢呢？咱俩才见过一次两次，好像就两次。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不会看错，所以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啊！我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不怕，真不怕。你能把我咋的？你不爱吃了呀？你会吃的、啊？不会。谢谢。谢。谢谢你如此相信我，谢谢。不要哭了，别哭了，我特别怕你哭。谢谢我嘞，特别怕你哭。伤心有否平差，正是让这爱。